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，台东剧团执行的110年青少年艺术育成基地计划后山青春欢聚一堂2.0华人剧场工作坊在30、31号两天举办，透过说故事、表演互动，认识剧场艺术、表演文化。而在下个月将会进行校园的巡演活动，期盼传播更多的表演艺术种子。由文化部指导，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，台东剧团执行的110年青少年艺术育成基地计划后山青春欢聚一堂2.0，30、31日周末两天，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花莲场的戏剧工作坊，邀请到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老师江富琴，为花莲学子从初阶开始至底开发为起点，引导青少年如何说故事和表演互动。第一天是以肢体开发跟创意引导为出发点，然后设计课程，所以呢早上上的就是比较是一些肢体的开放课程，然后下午呢就会是引导他们去创作跟做一些小品，然后开始有对话的练习。那明天呢就更进阶，从感官的开发，就是感官开始，让他们对那个感官的记忆啊、情绪的记忆有点了解，然后才再更深一步的让他们拿到有台词，然后稍微念一下台词，感受一下念台词跟演戏。那我们也了解说，现在学生因为补习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我们就分成两个阶段，就可以让他们单次报名、单日报名这样。那这次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呢，我们邀请的师资呢是从外县市来到我们台东进行这次课程，那希望给予在地的青年有不一样的戏剧表演的刺激。去年承办之后，我们高兴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来继续承办。那当我们希望这样种子是可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累积。那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里头，我觉得对于我们台东跟花莲的青少年的学子们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堆叠。因为当然相对都会来讲，花东确实在艺术资源里头，它当然会相对于没有那么的丰富。那如果透过政府，透过文化部，透过国家，然后透过台东生活美学馆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执行，那我们相信这样的艺术种子，我们有主动进入到校园，或者让学生们自己主动来报名参加，那这样的艺术种子都会是以后慢慢的培养，然后发扬成长茁壮。校园巡演预计将在11月5日来到花岗国中，台东场戏剧工作坊则将在11月6日、7日举办，期盼能吸引更多花东青少年参与，进而提升认识在地剧场环境与生态，让花东的表演艺术能量向下扎根，持续累积。更多相关讯息可搜寻脸书粉丝页台东剧团。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。